我一定做到我的承诺，秀柱鞠躬尽瘁，竭尽所有，为我们党的重生跟再造努力不懈。 持续到下午4点，全台共设476个投票点，在国民党33万7000多有投票资格的党员中，此次共有14万0358名党员投票，洪秀柱以7万8000多票，56.16%的得票率当选，成为中国国民党历史上首位女主席。